失了爱你的回忆，也不能改变相爱的过去，这颗乱跳的心只是执着为你，为你遮挡所有狂风暴雨。就算没有魔法创造奇迹，也要冲破荆棘来拥抱你，因为命中注定要和你一起，直到爱再次相遇。怎么，今天想去哪玩？吃东西还是去海边逛逛？肯定是吃啊。茼蒿，过来过来。哎，我看你这儿。怎么了？我突然发现你跟一个人好像。谁啊？你看这个人是不是跟你很像？这个角度是有一点像，这是谁啊？这个是Senwell身家数亿的前总经理单俊皓，据说呢是个商业奇才，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总经理，而且呢，他这个人特别神秘低调，几乎从来都不参加任何的媒体采访。这张照片呀，还是一个八卦记者好不容易才拍到的呢。哎，你先把今天的住房登记表给我看一眼。啊，好。Senwell的总经理不是张明翰吗？单俊皓是前总经理，据说呢他是出国继续深造，所以张明翰才当上了总经理。哎，你看这张照片多帅啊！虽然这张照片看不清脸，但隔着屏幕我就能感受到他全身散发出的那种贵族气息，你感受到了吗？太帅了。茼蒿，嗯，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找你有事儿。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可以抵消掉一半你欠我的钱，这笔交易很划算吧？什么忙？陪我去参加同学聚会。哦，你是说太初不在，让我当他替补是吗？只有你能帮我了。我又不是什么有钱人，我以什么身份去参加同学聚会啊？男朋友。男朋友？那你怎么不找别人给你当男朋友啊？关美渔村一共有几个男的？难道你让我去找阿生吗？阿生喜欢的可是苏黎因，我不能横刀夺爱的。主要是你天生气质不凡，阳光帅气，你不当我男朋友谁当我男朋友呢？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真的吗？刚好你跟太初也熟，假扮他也方便。假扮太初？什么意思啊？我之前跟戴安芬说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所以你得假扮太初。芊语，你真是个虚荣的人啊。不是我虚荣，是戴安芬跟麦克一直想看我出丑，我不能让他们得逞。你要是不喜欢他们，你可以远离他们呀，干嘛还要在他们面前吹嘘炫耀呢？你自己惹的麻烦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吧。我平时对你不错吧，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而且我刚才已经答应你让你少还我一半的钱了，你要是觉得不公平，你三分之二怎么样？叶芊语，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钱来衡量的，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你真的是一个虚荣到无可救药的人。你不帮忙就算了，为什么还要骂我？装有钱人就虚荣了吗？难道我就活该被人嘲笑，被人看不起吗？在别人面前做真实的自己不好吗？我不是什么有钱人，你去找别人去。你俩长得真的挺像的，你要不然假扮他陪我姐参加同学聚会吧。你们干嘛老让我去假扮有钱人啊？贫穷有那么羞耻吗？我为什么不能以自己的身份去参加呢？往那边去。你知道吗？我姐上学的时候喜欢过一个叫麦克的男生，姐姐的同学戴安芬故意捉弄她，说麦克也喜欢她，结果还让她去同学聚会上跟麦克表白，麦克还故意让她当众跳舞，结果还拒绝了她。从此以后，同学们都封她为尬舞女王。你姐喜欢的男生还真不少。对了，等一下我给你拿一个东西。你车修好了？我们家破皮卡就喜欢闹脾气，三天一小修，五天一大修。我的修车技术就是拜他所赐练出来的。听金枝妈妈说，你明天要参加同学聚会啊？是啊。这次同学聚会很特别吗？同学聚会嘛，你知道的。就是大家穿上最好的衣服，带上最好的包包，开上最好的车，就是炫耀自己嘛。可是我明明没什么可炫耀的，却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明天啊，他们一定会用唾沫把我埋葬的。什么坑啊？叶芊语有写日记的习惯哦，他会把所有的东西秘密都写在日记里。等一下啊，以前老陈没钱给我买故事书，我就看他的日记，可有意思了，比那些故事书有趣多了。我来看一看啊，这篇就是戴安芬和麦克捉弄他的。你看这些看不清的字迹都是我姐的眼泪，你就可怜可怜他吧。我以前啊暗恋一个男同学，他捉弄我，让我当众尬舞表白。昨天在关美碰到他了，我为了气他就跟他说我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谁知道他邀请我去参加同学聚会，还让我带着我男朋友。如果他见不到我男朋友，他就会把我当年尬舞的视频发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倒是挺想看你尬舞的。我这辈子不想看了。女人总是口是心非的，虽然我姐一心想嫁给有钱人，老陈也一直想让太初当我的姐夫，但我觉得你的机会还是很大的，你一定要紧紧抓住。太初不在，你正好可以假扮有钱人陪我姐参加同学聚会，这是能拉近你们距离的难得的机会。我又不是什么有钱人，我才不要假扮他呢。不过茼蒿说的对啊，没有钱不可耻的，没有男朋友也不可耻。我为什么要怕戴安芬啊？我就应该站在他的面前大声地告诉他，我就是我，这才是真正的反击方式啊。对啊，我就是我。我就是我。我就是我。
明天就是同学聚会了，你一定要去救我姐，否则她会死得很惨的。她一直希望有个白马王子在她危难的时候从天而降，这是你的机会，你一定要紧紧抓住。茼蒿啊，你就假扮太初陪芊语去参加同学聚会嘛，啊？去一下嘛，又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对不对？啊，我去送货了。如果你不去的话，戴恩芬会让千羽出糗的。哎呀，这茼蒿！我先走了。哎呀，老陈，你看店吧，我准备准备去参加同学聚会了。哎，茼蒿和太初都不去，你怎么去啊？我想好了，我要告诉戴安芬，我没有有钱的男朋友，这钱都是骗人的。他捉弄你还不够，你还去自取其辱？不准去！不，我就要去，我要大声地告诉他，我就是我。这是什么？这是太初托人送来的，还特地把车钥匙也送来了。太初送来的？嗯。叶芊语他是不会来了呀。是啊，可惜我们的保留节目没有了。我就说他怎么可能来啊，开玩笑。不过他不来也罢。芊语，嗨，哎，你男朋友呢？嗯，丹芬，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来来来，大家赶紧看一下是谁来了呀？那也是我们当年的尬舞女王来了呀！大家还不赶紧欢迎欢迎啊！千羽，你男朋友呢？你不是说他要陪你一起来的吗？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呀？
你不会当初是骗我的吧？子谦，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啊，这是我女朋友戴安芬，这是曲子谦，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那个朋友。你好。你好。这是我的朋友范云一。你好。你们好。哎，你怎么来这么晚？路上有点堵车，不好意思。没事儿。哎，你会打斯诺克吗？会。来一局。原来你斯诺克打得这么好，才一杆而已，桌上的球都被你打完了。其实我的球技很一般，我见过球技最好的其实是单俊皓。现在这种局面他完全可以轻松破局，他也是我亲眼见过唯一一个单杆过百的人。他这么厉害，国内单杆可以破百的人好像都没有几个。对，他的球技丝毫不亚于一个专业球手。子谦，你们先玩吧，我想出去走走。我陪你吧。失陪了。嗯。他们两个。我也不知道。哎，不对，叶芊语呢？太初啊，你这份报告的意思就是说，推倒重建对于光美渔村来说并不是最佳选择。王总，这一个多月以来我一直都在光美渔村。光美渔村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有人文情怀的地方。它的美丽不仅来自于它的自然风光，更来自于它的人文情怀。它们有着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历史。如果完全用现代化的建筑取而代之的话，恐怕是得不偿失。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能摧毁那些富有历史风情的建筑，它们承载的是这个岛的灵魂。但是现在三位要换了总经理，你觉得他们还有这个能力做好这个项目吗？王总，这不在我的评估范围之内。是啊，不过我会要求他们根据你的报告重新修改方案。谢谢王总认可。时候不早了，一起吃晚饭吧。好，那我来定位置。啊，不了，王总，晚上我还有约，下次吧。你一直看手表，今天晚上的约会很重要吧？是不是女朋友啊？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谢谢王总，王总再见。再见。师傅，能不能快一点啊？不行，这里限速很多的。超速了算我的，行不行？不行，安全第一。没听说。是啊，芊语。原来你没走啊，我以为你走了呢。我怎么会走呢？这酒好好喝。好喝啊？
好喝你就多喝点，管够的。哦，对了，那个你说送你车钥匙还有别墅钥匙的男朋友呢？你怎么没让他跟你一起过来呀？男朋友，我男朋友。其实我没有。做你的白马王子啊，惊不惊喜？那个人真的是单俊皓啊，穿西服好帅呀、其实我也只见过一次，那个时候离得比较远，我记得也不太清楚。那有可能是假的呢？你说像叶芊语这样的村姑，怎么可能认识单俊皓这样的人呢？单俊皓是Senwell的总经理，比太初还有钱的有钱人啊！这你都不知道啊？你摸清楚他的身份了吗？你就假扮他？那当然了。当然什么啊？什么身份？这花从哪儿弄的？我给你买的呀，你喜不喜欢？单俊皓，听说你是个可以单杆破百的斯诺克高手，这样吧，我们来一局，你看怎么样？怎么了？不敢应战了吗？如果你真的是单俊皓的话，那就跟我们展示一下斯诺克技艺才对吧？好啊。这个就是徐子谦跟我们家麦克刚刚没有打完的球局。刚刚徐子谦还说只有单俊皓可以破局，然后你就出现了呀，你说巧不巧啊？所以你知道现在在场的所有人都特别期待观看你的球技。大家说
是不是啊？是啊。是啊。他有这么厉害吗？单俊浩来，而且他跟我当时看到的人也差不多，应该就是他没错了。单俊浩的袖口是我的设计师姐姐专门为他设计的，上面有专属于单家的 S 标志，这可是独一无二的。真的呀？嗯。没想到丑小鸭叶芊语真的找了单俊浩做男朋友啊！不过我听说，单俊浩本来都要跟他们家养女订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又多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奇怪。对，就是刚才那个范云一，对吗？哎呦，怪不得呀！刚刚你在说单俊浩的时候，他的表情就怪怪的呀。你说如果这时候徐子谦、范云一和单俊浩都在这个场景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不过可惜徐子谦已经走了。浩就是单俊浩，厉害是厉害的呀。是啊，没想到。哎，我不是八卦哦。我听说之前你在订婚典礼上，丢下了未婚妻范云一就跑掉了哎。不会是因为我们家芊语吧？我们家芊语到底什么样的魅力吸引了你啊？爱情这种东西很奇妙，遇到了就会不顾一切。你听听，又千羽，你真的是很幸运的呀，终于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了。那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讲一下你们的爱情故事啊？我们是有一天，我不小心从船上掉到了。后来他让我还给他，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是啊，我平时在海里捞上来的不是紫菜就是虾米，那天不知道撞了什么大运，居然捞上来一个男朋友。叶芊语，你真的很幸运啊。我也觉得。单俊浩真是难过。是不是刚才提到俊浩，让你不开心了？我知道俊浩在你心里的位置还有重要性，但是我也像家阿姨一样，希望你能放下痛苦，重新开始你的人生。
如果没有你，这段时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度过。谢谢你。我的安慰还有陪伴，只能暂时缓解你的忧愁。真正能让你走出来的，只有你自己了。我做不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我有个提议啊，你可以多笑一点，就像这样。你为什么假扮单俊皓啊？万一这里面有人认识他怎么办？那就随机应变呗，反正我不想假扮太出。不过你穿这一身啊，还挺像有钱人的。帅不帅？不告诉你。你的衣服、包包和鞋子不也挺贵的吗？你真的是为了来这个聚会下了不少血本啊。我穿这身难受死了，特别是这双鞋，我想买也没有钱嘛，这些都是太出送的。哎呦，真的是要气死了呀！你看看叶芊语那个嚣张的样子，还好我没有保留节目。不行，不能为了捉弄叶芊语去招惹单俊皓，他这个人不好惹。单俊皓，单俊皓怎么了呀？如果是让单俊皓看到叶芊语当年为了跟你表白跳的那段尬舞视频的话，他肯定当众就把他给甩了呀。哎呦，你看他那个嚣张卖弄的样子，你不生气啊？我都快气死了。不行，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哎呀，现在让叶芊语出丑就是让单俊皓出丑。而且我爸的公司现在跟Senwell还有合作，不可以随便招惹这个单俊皓。吃不吃蛋糕？吃不吃？不吃。好好吃哦。今天真的好开心呐、啊！我以前呢，一直梦想着能有一个王子出现来拯救我，没想到今天真的出现了。
我可不是什么王子啊，我只是一只披着王子外衣的青蛙。我之前啊做过一个梦，梦里面青蛙说他是被诅咒的王子，只有我的吻才能解除魔咒。茼蒿，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失忆之前会不会也是个王子呢？那你的吻就是我的解锁密码。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回家。啊，现在就回家吗？可是一回家魔法就会失效，我就会变成灰姑娘，你就会变回青蛙。我好想留住现在的感觉，哪怕是只有今天也好。那我带你去个地方吧。哪里？去了你就知道了。要坐摩天轮吗？你不是说想在清风朗月之下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坐摩天轮吗？你怎么知道？你偷看我的日记。我可没有啊，是盛哲给我看的，他说他现在写作文都拿你的日记当范本。这个叶盛哲太坏。走吧。哎，不去了吧，160一张票太贵了，不去了。
金枝妈妈的信用卡密码，你知道吧？是你的生日。又要赚钱了啊。什么？叶芊语，你竟然偷刷我的信用卡？太过分了。这是我第一次坐摩天轮，是不是很土？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土啊，因为我们把很多个第一次都献给了彼此。比如说我第一次跟女生在一起露营，第一次跟女生看星星，第一次为了一个女生去撒谎。我也是啊，第一次这么晚了还跟一个男生在一起，第一次被男生背，第一次跟男生坐摩天轮。茼蒿，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刚才在聚会上，那个我，是不是也是演戏的一部分？你看着我。干嘛？如果这个吻是演戏的话，我愿意一直演下去。我好像听说恋人在摩天轮的最高处亲吻会幸福一辈子。这个传说不会也是你编的吧？那我们就用这一辈子验证下这个传说，好不好？你手上的这个戒指好像很特别啊，你为什么不摘下来一直戴着？我也不知道，从第一次戴上它那天起就再也摘不下来了。我想它唯一的意义应该就是跟你有关。也许有一天你会想起来的。好了，现在这个戒指也印上了我的吻，所以说这里面也有我的记忆了。茼蒿，如果有一天你恢复记忆了，会不会就把我忘了？当然不会。如果有一天我恢复记忆了，我不会离开你的，因为我喜欢你。这个跟记忆没有关系。
比忽而又靠近，两颗心偷偷交换日记，属于彼此没有秘密，来不及说一句我好喜欢你。是你闯入孤独